你知道上海到北京的全价机票1130，我这个买的是三折机票，都不到400块钱。我就剩下的这些可以买一身高档的衣服了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多汗啊？你不舒服啊？没事，就感觉这儿太闷了，所以。怎么会啊？这空调开这么足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。光都出来了，有没有啊？你看一眼。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别逮住一个问题问的没完没了？啊，我说了没事儿，你到底要我怎么着？不是，你肯定有事儿。你最近一直是魂不守舍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说了我没事儿。你别骗我，你骗鬼去吧你！爱信不信。哎，咱们都抓点紧啊！别跟我说，我提前没跟大家说啊！现在这都是法治社会，知道吗？你们可以用法律维护你们的权益，我同样可以用法律维护我的权益，对不对？我跟老刘有合同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咱们啊，别到时候说我不包容哈、啊，没这精神。到时候咱们按时间看你们能不能交公算，行不行？哎，抱拳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小花，这回怎么了？啊，干什么呀你们？啊！你们，不好意思。在担心什么呀？不就是结婚没有房子吗？我都说了，其实呢，你到了北京以后可以先住我妈家里，你等结婚之后呢再出去租房子，等钱攒够了我们再买房子就得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妈她是个50后，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她不是什么封建老太太，她不会拿出那种婆婆儿媳妇的手段来对待你。对了，婚礼你怎么想的？你想不想办啊？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我们等结完婚之后，你就请我们家里人吃顿饭就行了。嗯。反正该省的钱咱们都省，这不能省的你绝对要花，知道吗？你看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啊，我嫁给你一回，你总得给我买一个带钻的戒指。行了。你干嘛呀？你再这样我生气了。哎，上海这边的房子你退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一年好几万呢。怎么着？那钱有我一半，知不知道？你要觉得心疼的话，我们就取消 AA 制，把你的那一半还给你。你少来这套。你听着，反正等我们结婚之后，你那钱也是我的。怎么又碎了呀？啊！我怎么说都没用。来，我
我问你啊，昨天弄裂根管子，今天这玻璃又碎了，你找的是装修队呢，还是拆迁队啊？啊！不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。兄弟，别碰我，太早，等等等，你别跟我这。跟女人打交道呀，我可比你有经验。因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能跟老婆对着干的，因为这个女人的脑袋里头长的是公主。你正跟她说这个事儿，她说不过你了，哎，一会儿就转到那个事儿上了。你又跟她转到这个事儿了，她又回了那个事儿上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一架吵下来呀，比给个100平米的房子说两遍腻子还累。是吧？还不一开始就让怂了。哎呀，难呐！先生，请拿好。哎，你说今天不会晚点吧？糟了，我的身份证放在行李箱托运了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赶紧的，趁那个行李还没进去，赶紧回去取啊！好，那你先去安检，我马上过来。迟到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点啊！关什么机呀、啊？这急死人了！这喂，阿维，你有病啊！你现在关什么机呀、啊？飞机都快起飞了，你人哪儿呢？我在出租车上。你成心想气死我是不是啊？你要不想跟我结婚，你早点说。我不想和你结婚了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想结婚。啊，不是，你现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和你开玩笑，本来这些话早就应该告诉你，只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拖到了现在，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不是杨秉承，你。你别跟我胡闹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现在在那个39号登机口，你赶紧过来，你先找到我再说。别等我，我不可能跟你回北京的。你是不是想逼疯我？你人呢？我过去找你。你别来找我。我最近一直睡不着觉，起初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具体原因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只要你跟我提结婚两个字，我就浑身冒冷汗。知道，害怕结婚是我的症结所在，但是我真的害怕，害怕他连自己的生物钟都乱了。你害怕什么呀？
牛明成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呀？我对咱俩的感情不能确定，对未来也不能确定，这所有的不确定让我紧张害怕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怎么会不确定呢？我知道我俩现在是很好，可是你不能保证永远好下去。你不能保证永远，我也不能。杨明成，我爱你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杨明成，你就是个混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不是个人。反正你要恨我，那就恨好了。我不想跟你结婚，是为了我好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为我好，就跟吴双飞去结婚去。女人啊，别再感情用事了。咱俩在一起，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真的需要时间来补充。请您和盛放抓紧到三号登机口登机。杨明成，你在哪儿啊？大姐，飞机要飞了，飞机200多号人等着你呢。走，你放开我！你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？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心情不好，你让全飞机的人都陪你哭吧？啊！你心里头晕了，你不上飞机，飞机就不起飞。我无心损失，你赔偿得起吗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谁啊？盛放今天回来，你去机场接他吧。我这开会呢，今天可能去不了啊。不行，让他自己打个车回去吧。哎呀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杨炳超第一次来咱们家，你不能让盛放觉得我们不重视他。那行，他几点的飞机啊？他早上7点，可能下午11点到吧。行，那我尽量过去。哦，好，你查查最准啊。妈再见啊。嘿嘿嘿嘿，两手空空，你好意思吗？哎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，结婚以后家里的活都你干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家里的活我干，现在不是在外头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嗯，要得寸进尺啊你？嗯，我就是怕你蹬鼻子上脸，给你阳光你就灿烂，拿着。嘿，我算发现了。这结婚和搞对象真是两码事儿。哟，又有进步啊！你这5级连跳，你上专科了？说说吧，什么不一样啊？让何教授给你讲一讲。这搞对象就是欣赏艺术，这结婚呢就是经营国人。你闻得了香，你也得闻得了臭。这鸡屁股臭不臭啊？还就有人专靠这口。行了啊，哲学家，谁是哲学家？骂谁呢？我是艺术家，表演艺术家。别拿走了你、啊。看看谁呀、啊？妈，喂妈。啊。哦，盛放今天回来是吗？行行行，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又是咱妈呀。我妈让我回趟家。你自己先拿着东西回去啊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注意安全。哭啊！盛放，盛放，哥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，欢迎你来北京。妈，你好。他不是杨炳超。啊？
不是杨炳超，杨炳超呢？他没上飞机。没上飞机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们吹了。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上飞机之前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吹了？嗯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要是知道我还会哭吗？我。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你别打了，他关机了。行行行，好了好了，别哭，别哭了，来来来，别哭啊，别哭。水冲它呀！我刚才把醋当酱油放里头了，泡泡去去味儿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您啊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行行行，那您放这儿吧，您歇着，我来回锅啊。哎，给你带上这。好。剩饭。跟杨敏超从上海回来，你哥去机场接他们去了。嗯，这一家人一块儿吃顿饭，真的还好您提醒我，我差点就把这茬给忘了。行，您歇息去吧，我来回锅啊。妈，我们回来了啊。爸，来进来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宝儿啊，怎么了乖？啊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你？啊，你怎么了你？说话，来，哥他怎么了他？啊，来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长着嘴说话呀你！哎，杨敏超呢？杨敏超不是跟你一块回来的吗？啊，杨敏超临上飞机改主意了，说不跟盛芳回来结婚了。什么？这半途退兵应该有个理由吧？啊，哎，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是出轨了还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杨敏超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回回电话里你都夸他，夸一百个好，浑身上下恨不得一个黑点都没有。你夸大发了吧你？哎呦，行了，妈，您别说了，行了。我不说他长记性吗？大学毕业之后要你回北京不回，这婚也没结着，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跟人一块住着。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？这么养个闺女，这么作践自己呀？妈，您这话说的过分了啊！你别跟我这妈妈的叫着，你给我吐，我看着你我堵得慌。我又怎么了？大老爷们儿做不了老婆的主，你媳妇儿说上美国就上美国，说把我大孙子带走就带走了。哎，结婚六年，哎，实际上就是个光杆大司令。你看看你这日子过的呀，家里家外的除了你就没第二个人影儿，屋里的除了电热水器就没一个带冒热乎气儿的东西。这高远玲一走就是四年，到今儿也没回来的意思。他不回来，你也不去。你到底心里有谱没谱？你怎么想？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您干嘛呀你？你怎么逮谁骂谁呀你？你骂了盛芳又骂哥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这是。
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你们都像了那个人，可是你们还偏偏就是像了他，都是来给我讨债的。命，这就是命。命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不管我走到哪儿，走多远，我都逃不掉啊！我。尚梦林呐，过来，我问问你，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大海里捞针，还真让我捞着了。红烧鸡翅，你的最爱，来。总裁，嗯，那装修的怎么样了？装完了吗？装完了。哎，谢妈。全够吗？罗耀辉多抠啊！他们家一分钱没出，就用咱们家给的那么点钱，竟然全部都给装完了。罗耀辉是谁啊？你姐夫。姐夫？以后跟你说啊，太长了。说装完就装完了，嗯，这得找个人懂行的人去验收啊。行，周末啊，周末我去看看。哎呀，行了呗，你们别操心了啊。嗯，我们要不操这心，你上个厕所能跑出二里地去。行行行，谢谢您啊，为了厕所。以后你们一人一个孩子。只操一份心，不像我，一颗心分三半儿。再强大的心脏，也经不住这么撕吧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不生孩子。这事儿由不得你。不是，怎么由不得我啊？啊，肚子长在我身上，我说不生就不生，还由不得我呢，我。女人不做母亲不完整。您这说话前后矛盾，以前还说后悔生了我们三个，现在又说不当母亲人生不完整。没事啊，这叫矛盾心理，知道吗？你大学白上了。人的一生就是在各种矛盾中纠结度过的，明白吗？撇什么嘴呀，我说的不对呀。您这是自寻烦恼，踹我干嘛呀？首先我是被动来到这世界的，我又没求着您生下我。就属你不省心。哎，早知道你这么不省心，生下来我就给你掐死了。您白受这么多年教育了，您掐死我那就是触犯法律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就不会离这婚。你看看现在这家。过的连个顶梁柱都没有。不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不是因为我就不会离婚？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第三者。笑什么呀？妈，我问您话呢，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我四十岁的时候。我星期三，星期三一到一晃。
样样都不顺心，不如意。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你们。这些年，我就害怕从你们的身上、你们的脸上看到他的影子，不许见他。答应我。啥？我知道了。您这又何苦啊？您这是？盛玉，你要还拿我当你妈，你就听我的。我跟他之间只能选其一，你妈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您吃。我有了，还没吃完呢。喂，你哪儿呢？在家呢。你是不是被鬼狐附身了？你怎么能干出这么混蛋的事儿？你有病啊！你真是自私透顶了！但凡为我考虑一点，你就不会干出这么恶心的事儿。你怎么能把我撂在这样的境地呢？你说我怎么跟我妈交代？我怎么跟我哥我姐说呢？你就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？杨秉超，是不是做不成夫妻，我们就必须是敌人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已经这样做了。我这什么命啊？养俩女儿，没一个随我的。仨就这命，被男人甩了的女人，不光身子变硬，心也跟着变硬。你一点都不爱我，对吗？盛芳，如果我一点都不爱你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和你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？我可以跟你恋爱，我可以跟你同居，但是你要真的让我正儿八百的跟你去领个证，成为合法。我真的没有准备好。那你当初追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呢？你这话问得多幼稚啊！你不知道人是在发展当中成长的吗？对，都是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，是吗？你这样，咱俩没法谈。杨秉超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别哭，你这一哭我心脏不舒服。你这个人真是自私透顶了，你看到别人伤心，你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伤害。你这个人愤怒的结果就是智力衰退。不过你能看到我的弱点，证明你已经进步了。你少给我整这一套。娶我的，你不许抵赖。结了婚还能离婚呢？我不能为了当时一句不成熟的话负责你一辈子。我没有要你为我负责一辈子，我不管，你先跟我结婚，结完了我们再离也行。没结婚就讨论离婚，我
肯定是没日子做了。如果你打电话来只是为了吵架，对不起，我挂了。喂，个混蛋！是历史，历史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怎么还绣着名字？幼儿园要求的。没想到这个人长得还挺精神，我哥跟他挺像。不像，你们仨一个都不像他。这上面怎么没我啊？你见过冤家跟冤家合影留念的吗？不对啊，您刚那话说的有问题。我那时候才多大呀？您见过哦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就跟自己亲生父亲成为冤家的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儿啊？什么时候才能让你妈不操心呢？你，您跟这个人之间的事儿，我还真的不想懂。爸，妈告诉你啊，这感情上的事儿，尤其是婚姻，不能当儿戏呀。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一心一意为你着想的人，那人就是你妈，所以你要听妈的话啊。您这话说了有八百来遍了吧？我说一千遍你也得听着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就是个例子。您就是爱从最不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。你还别不服气，妈告诉你，女人要找一个好男人是一辈子最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跟那个姓杨的吹了，坏事变好事，杨敏超配不上你，你好好找一个，妈也帮你找。我就不相信这北京城这么大，好小伙子有的是啊！行了行了，我的事儿您别掺和了，行吗？你要是早听我的，你能被人骗吗？他又没骗我，没骗你，你哭。这人之间的感情这么复杂吗？哪是一句两句就说得清了？哎呦，等你做了妈吧。你做了妈就知道我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我才不当妈呢，我也不想知道您心里什么滋味。我现在心里这点滋味就足够我受的了。你还别跟我顶嘴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最疼你的人是你妈，谁都比不了你妈更疼你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跟我顶嘴，得哪天我一闭眼一瞪腿儿，我看你找谁哭去。行了行了，你烦不烦？
想配把钥匙，行，行，等一会儿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您的钥匙不是防盗门的吧？不，普通的。哦，防盗门的我可配不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快一点吧，我着急上班。啊，不是，尽快，尽快。哎，我说你这车子不是你自己的吧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嘿，要是自己的，还让他修成这样？哎，哎，师傅，你再帮我上点油呗。用完就还了，告什么油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我这鞋跟坏了，您帮我修修看呗。哎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先帮他把这个车修好，他要急着上班呢。这我也要急着上班呀。我就两只手啊。这，那个师傅啊，要不我给您帮个忙，您看看我的手艺。您也是吃这碗饭的，我是业余爱好。啊，哎，哎，请坐。嗯，好嘞。为你盛开，为你。